对着佛无的真性，般若 当你以为是真实，都是在能所在相对里面无明。那个念要打破你认为是真实的，那是有智慧的。我们常常就是守住那个，不会落入了那个相对的，或者是要抓住有什么，在路上走那条路就是要破我执，从那个疏的到细的，都从那个凡夫的到圣人都，从那个愚痴的。破坏那个智，来到那个智的，从移情到从提话头，到提出那个问题，移情有了，就问题都没有了，消失了。从一念无明而破到那个无始无明，离了意念。长养所谓的破我执，那个功夫，那个修行，那也就是说，智的一念，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意识到怎么样来实行。假如我们依照佛的。或者是经典上的说的那个般若的理，那个四句、那个三句的，也是保住自己的功夫，而不会违反了佛祖的提醒，也不会破坏了自己的本怀的。比如说那个福性，必勉强才会说有那个福性。你以为有福也是第一句，没有福是第二句，不是福，不是福的第三，也是福，也不是福的。第四，所以禅就是不要落入那个四柱，不立一个支箭，到佛的支箭都到，支箭而立之的就落入了那个。移情会帮助我们扫掉所有的我执，也不住在自见上。比如说，不住在不知见，那也是错了，所以要无住。问答的时间。什么是正法？怎么样才走对了上正法的路？就是分别正的、邪的，
在所有的环境出戏，不要提起自己的本，自己的我执，那就是想破个我执，就是要有移情，真实的移情，没有其他的依恋相对我执，没有那个能所在里面。那是一字一念的智慧，所以可以破那个无明，升起了那个智慧菩提。就是重复了那四句的，在《楞伽经》的。那个妄心，那个执着的，可以透过那个三句也破它，那也是佛的一种方便说。但回归来都是意，第一意就是自信，那谁是正法？谁是佛的本怀？十方三世诸佛的，也不是其他。哪一位佛相信的自信勇猛的实行，它可以打幻的一切的，比如说流浪在街上的，都不会忘记修行。所以没什么可以压迫欺负我，或者是可以交换的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功夫，破我则是正，而执着我则是邪。回力和尚和你都常提到，佛法是不二。那为什么从那个善知识的开始，实际上我好像不是一法二法，而是有很多法？为什么有这种的分别？心不住在功夫，在修行，而向外的，向意识的，会走歪路了。佛法是第一义，我们的众生病太多，也是那个业的那个无明的，无明太深厚坚固，所以。不自己相信自己的自信，而从那个方便法上，方便法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相信。那比如说，小乘就相信小乘，中乘相信中乘，大乘然后最上乘，那每一个乘都有差别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。佛举出那个方便，可以帮助一切众生进入佛性，进入那个般若，来开自己的本心，
来做主自主，不会那些我执无明而支配了你。对那个真实修行的人，因为我们都还生活在那个相对分别我执无明之中，所以我们就会感到很多，嘴巴上讲是不相信我认知了，但是内心都还是有一半信半疑。所以从那个功夫的深浅，可以把那个信与不信的增加或减少，也不是把所有都扫掉是对，不要抓住所有才是对。疫情是没有取舍，不要打破这个虚空，或者是守住这个虚空。我们常都在那个偏见一边的，那也是一种病，错误，从错误而再错误，从认知的错误而达到。假如认知了错误，就可以走出那个错误。本来是无声，你看到什么都是有声的。一切都是从嗔别属无明自己而有的。所以菩萨到最后没有众生可度，不是度与不度，度就落入四句，不度也是落入四句。比如说有人固执的说我是肉，但是我不落入那个，那也是一种知见的错误，来培养自己的我则更大，或者以为我是最高贵的。所以祖师常提醒，回到那个话题，话头回到功夫，不要对外境的影响。在身上的，在外面的缘境都全部。所有的变动或者不动，因为我看到它有改变，有恶，也是落入了我执。华华经说，诸法从本来，都还在运用，还在运转，都没有生，没有灭，没有坏掉，是法住法会，是常住。我们是看有差别，有高下，有顺与不顺，一切都是无明我执。具习的功夫，其话头移情。就是病道、灾难道，天灾人祸又来了，国事地球爆炸了，原子弹爆炸，一切
而是从自己的因果，从梦中的因果，一切为心造，心造就不实，所以我们才会痛苦。回到话头，来不让那些心造的不会影响到我们，不会算在法梦里面的不影响我们，就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什么什么。所以悟了，就看什么都很平常。以前生死很严重，都很可怕，很顾虑，那现在都很平常。生就好像冬天盖棉被，那夏死就像夏天那个穿薄衣，就是被人家骂打的都很平常。因为一切本无生，所以对祖师来讲，一切都是随缘。但是随缘不变，而我们现在还不比，不可以随缘，我们还是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痛苦被夹住。所以我们现在从那里跌倒，就从那里站起来。用功夫自己的修行，话头清楚、绵密、怡情，那也是破我执。我是医生，在急救个病人的时候，房间里只有两个病人，晚上他让亲人来照顾病人。那个急救室，有一个女重病人，那有一个爸爸的进来跟他念那诵经，来帮助他。然后。他摇手叫我出去，他有话要问。让我走出去。我说：“你看到什么吗？”他说：“他站在窗口上的。”那两个看了都很怕。其实我都什么都看不到。他说：“真的是看到有人站在窗口上，
我说你看不到，我说看不到，那我有点怕。没，所有的都是幻想的，还是有什么鬼的意思？那请你开始。从想太多都会影响。我们以前逃难的时候，在水上、在海上，都很希望可以找到那个陆地，因为船上可没有水、没有食物等等，所以希望可以继续的生活、生存。看到远的，就看到好像有那个陆地，或者是看到有船来，但是一切都是他的不是真实的看到，那另眼睛都有，就是好像以前我们所说的，在远处看见好像有一面全部都是死，都是水的，能跑进也不是，只是路而已，所以那也是在执着心。看到个绳子，以为是那个蛇一样，还会说。然后呢，喝杯水就以为水中有蛇，然后倒出来也看不到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吞下那个蛇了。那就到善知识要帮助他，问他就是说，哦，因为他那个将梁上挂了一个绳子，那个绳子反映到那个杯里。然后他把水喝了，就没有银子，所以就是他就拉绳子下来就没事了。所以还有那个灵魂的，那个想得太多的就会同一种感觉，幻觉，他会怕而要跑。我是看到一个银子，一个双莲的摇动。他只有他们看到，我们其他人看不到。那也是从想的心中，一切就为心照拂说。第一章就说，人快要死的那个想都会很多，我们的神经系统在脑里面所有以前的好的坏的。喜欢的、讨厌的，全部现在留下来。那个影子，当我们的身体开始衰弱、没有氧气，就有一种感觉错误的，所有以前的。就现前在眼前看到自己死去的亲人来教我们去，或者是看到以前查猪查羊的，现在他就来要命。或者是说，他以前是做买卖那个。啥鸡啥鸭？那现在看到很多鸡呀，没头的在周围房间里面走，所以知道饿，还继续的做那个饿，就存下来到你临终，就会让你有害怕。那只是心中造的想。心变现就不是真实，那已经不是真实，
这些境界都是众生常被感染、自我造作而自我的堕落，成天就轮流在那个，那个境界，全部都是阴界的，抓住了那个会苦、会害怕、会执着我。所以回到参禅者，就是有那个有没有都不是问题，只是提话头起疑情，话头疑情会帮助我们慢慢的扫掉所有的我执、受想，也是不会再影响我们了。要用功。平常没事都要功夫，有事情发生也要功夫。请教无情，无情就在相对生活能所中，很现实的。无常就是环境的无常，身无常，心无常。那祖师常提醒我们，要看到那个心病，要守住那个。那个开始的从头，从无始来的那个念头，就是发菩提心，希望可以脱那个生死，自己做主，发了菩提心，就成就了一切的事。比如说，有那个硬魔来破坏或者影响而种了生我执，那修法心的。就没有，我们就跟着那个我执、那个坏习气的，在那里的享受，在那里被影响，那从而就辗转的表达出很多的变化。那心也是无常，生是无常，在生老病死复习出啊，再不复习入，就是已经死了。一刹那难转，已经是来生事。刹那这么短暂的，即刻已经就一直转了，都回到另外一个生了。说关于49天，只是一种特别的，就是因为叫做。应身、应身、受应身的那两种，那个身也是无常的身，也是世界无常的身，因为我们在相对是常看到，其实要知道是苦空无我，而那个我都常改变，所以都没有一定的，而我们都常。抓住了就会痛苦啊！佛要帮我们觉醒无常，认知到无常、生死、痛苦，我们会用心的修行。
修行就是尽量用自己的身体、智慧、本，这身都有的，都是运用来修行。那就是有智慧的人喜欢禅坐、禅修，反过来就是迷悟了，我执，违背了那个佛的本怀。违背了自己的本愿，那太可惜。深入的了解那个意义，就会精进的修行，所以无明的意义也是这样。时间到，阿弥陀佛。师傅，一下一会儿见，大概九点半、10点半，看看，阿弥陀佛。